想打吗？想啊想啊。不行，我腿真的已经没事了。我看你看，我可以跳。没事了，早上食堂。你太小气了吧？不能打就是不能打，你膝盖不想要了。哎，梧桐，梧桐，梧桐，你说我们现在连球队都没有，练这些有什么用啊？你又想干什么？要不我们重建棒球队吧。